金庸先逝，三代小龙女发文悼念，只有她见过金庸老先生本人。昨天10月30日，当大家听到金庸老先生先逝的消息，是不是很震惊？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惋惜？一个武侠时代结束了，大家还没有从李咏老师的悲痛缓过来，金庸老先生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在金庸老先生的笔下，塑造了那么多的经典角色和武侠小说，金庸先生是大家心目中的才子，老先生的作品将永远的留存在大家的心中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典。而老先生塑造的小龙女形象也是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出演过小龙女的一共有3人，而这3人知道老先生先逝的消息，都纷纷发文悼念。标签：金庸、小龙女、消息、角色、作品。而陈妍希则表示，感谢您的书陪伴了我高中和大学的无数个白天和夜晚，有幸扮演角色，找到人生挚爱，走入另一个阶段，感恩这份缘分。虽未曾见面，但一直在心中一路走好。陈妍希非常感恩老先生。首先发文的是李若彤，从李若彤的文中可以看得出，李若彤的心情虽然未曾见面，但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和尊重。感谢创造了这个角色，让我有幸扮演查大侠，一路走好，写出了对金庸先生的感情和尊重。